recovery， 来，我们把这个字的音节呢分一下 ，re 一个音节 ，covery。好，所以呢，这个字的分法呢 ，Andy 呢把它分成四个音节。那各位呢在家里面看字典的时候呢，或许字典里面不是这样子分法，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只是 Andy 呢个人觉得，这样子分呢对我在记背单字也好，或者是在念单字也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同学呢可以参考看看。好，所以说 Andy 呢把这个字呢分成四个音节，因为它有四个母音啊 ，y 在字的后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母音来看，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 recovery。好，这个字呢，当作名词，它的词类呢是个名词，中文的意思是恢复或者是好转，它通常是当作不可数的名词，但是呢，它可以用在单数，用在单数的时候，它可以当作一个恢复啊，生一次病一次的恢复，我们可以用recovery 这个字。那等一下我们就从例句呢来看看这个字。那 recovery 这个字呢，其实呢它是从另外一个字，它的原动词啊，就是从 recover 这个字来的。那 recover 这个字的意思呢，它的注意哦，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哦。既然是不及物动词，你就知道了后面呢如果要接名词一定要加一个介系词。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例句里面看得到。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第一个例句。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company has shown some signs of recovery, such as giving its employees pay raises. 好，他说呢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好，来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呢叫做 crisis。那 crisis 的意思呢叫做危机。好，在经历了啊，在那个经济危机之后 ，the company 啊这家公司呢 has shown 啊就 shown 呢展现出显露出，这边用一个现在完成式，已经显露出了一些迹象啊 ，signs of something 指的就是什么什么东西的迹象。那这个 sign 呢，我们就翻成迹象。好，比如说什么呢 ？Such as 后面接动名词，比如说这一件事，什么事情呢 ？Giving its employees 好，例如说给他的员工 ，employees 这个字叫做员工。员工什么东西呢 ？Pay raises， 然后这 pay raises 指的就是所谓的加薪。啊 ，pay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说呢，哎，在你们这边打工那个一个小时的 pay 是多少啊？好，所以那个 pay 呢，可以当作薪资。那 raise 就是提高的意思，把你的薪资提高，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叫做加薪。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句。Fred made a quick recovery from a cold and was able to attend school again in 2 days. 好，他说呢 ，Fred made a quick recovery from. 哎，来各位，这片语不错的一个片语哦。好，我们把它记起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叫做 make a quick recovery。好，后面呢介系词接一个 from， 就是呢，从什么病啊，从什么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那迅速的康复，迅速康复，哎，我们就 make a quick recovery。好，那这时候的 make， 我们动词，我们说恢复，我们就搭配一个 make 介系词呢，用一个 from。OK， 好，记得吗？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当作单数的名词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再加上这边一个 a quick recovery， all right， 所以呢 ，Fred made a quick recovery from a cold。好 ，a cold 指的是感冒，他呢感冒之后呢，很快的他就恢复了 ，and was able to， 啊 ，be able to 表示呢是能够的意思，来 attend school 就是表示去上学，很快的就可以能够去上学，再一次的去上学，在多久之内呢？好，他给了我们的时间副词片也是 in 2 days。好，在两天内他就回学校去上学了。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句。Rick stayed at home for days before he completely recovered from the flu. 好，他说呢 ，Rick stayed at home， 好，待在家里。哎，这个片语呢，这个 chunk 啊，这个 chunk 我们就直接把它记起来，就待在家里 ，stayed at home。好，待了多久 ？For days， 待了好几天。在什么之前呢 ？Before he completely， 好，就是完全的 recovered from the flu。好，来各位，这边又出现了，对不对？叫做 recover from， 就是从什么什么，就是从什么样的病痛当中恢复康复。好，那这边跟这边一样的，这边的 recovery 它是一个名词 ，recover 在这边是一个动词。像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以呢，我们要搭配一个介系词，在这边搭配的介系词形成一个 collocation 啊，这个介系词就是 from。好，这个单字我们解释到这里。